对于住在温哥华的朋友来讲，每年的夏天都是迎送朋友的旺季。但是今年有中国武汉肺炎就搞搞震，就没得朋友可以就来到温哥华了。既然我这么好彩可以回来温哥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的老友记 Albert 哥都要尽一尽这个地主之谊，带我们游览温哥华的天然的这个胜景。当然就这么行山揸车游车河当然不过瘾，因为他有条船。今次他又要带我们在温哥华里面又有山又有海的这个美景，带我们去看看，为我们今次去介绍距离市中心离开之后车程30分钟的 Deep Cove。Deep Cove 又叫做深湾，又或者是深水湾，是位于北温里面一个海湾旁边的一个小社区。这个秀丽的小海湾最早期只有几间专属于夏季度假屋那些的，但是由于地点安静和拥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景色，久而久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高尚的住宅区。既然有这些很多的这些娱乐措施和飲食啊、玩乐啊这些配套呢，给一家大小和其他海外的旅客呢来游玩玩个痛快的。Deep Cove 呢就位于这个北温 Seymour Mountain 的这个山脚的下面，同这个 Port Moody 呢就隔住这个海湾遥遥相对。Deep Cove 因为深深切入这个 Barat Inlet 的这个海岸，造就这个水深，但是就几乎就是平稳过这个 Sammy 的胸，咁稳平的这个波平鱼镜的特点，被群山就是包围住，水面鱼镜波澜不兴啊，这个苍绿倒影。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都是哇靓稳到就觉得抹稳大个口，不用讲任何的东西。如果是只是因为波平鱼镜，没什么其他景观可言，那么大冷漠那么肯定不会带你来了。但是呢偏偏 Deep Cove 真是人如其名，内涵就是深不可测，耐人寻味的。而这个海湾旁边的这个小镇在这里呢，除了可以观赏游览、吃喝玩乐之外呢，还有真的很多的宜人的景色配合这个美点双辉，包你就是其乐无穷的。今集的这个老屋大温觅食记呢，当然呢畅游这个有山有水的景点之余呢，我的老友 Away 哥呢也都带了很多的这些美食，我们在船上面还可以 barbecue。希望各位观众看这一集的时候都可以了解我们当日这个 holiday 有几么开心愉快的。交叉感染我感染废佬冇啦，都是这么傾啦，一阵水都要吃嘢。这个仲未㗎，未仲，仲剩几多？系咁噶啦，系咁噶，系嘛？浮得噶啦，仲多少少？主要系揽住，即系当凳咁坐落啫嘛。唔得啊，肚腩太大啊，遮住晒所有嘅。系啊。OK 啊，你太肥啊，浸沉咗个水泡，坐得厚啲，坐厚啲得啊，坐唔到落去。你太肥，冇办法，你唔听话。有啊，終於見到鱷魚板套啦！鱷魚板套就咁樣啊，上去啊！救命咁 struggle 嘅，我諗佢係咪差佬咧咁樣？我唔知，應該唔係嘅，正常啊。你啱 exactly 一反套鱷鱼啊！而家个样系。可唔可以迟啲先？跟住啲鸭屙屎，你又好味啦。今晚夜啲先点？double check，double check应该系。
點啊？我自己，我又化咗身份證，潛身份，反咗，算得攬住個油把啦。你太重啦你。啦，到啦，有啦。怎麼踩都不會扭轉世界，明白血肉會崩壞，骨氣沒法被活埋，來日想打妖怪先要做人去。首先祝你心理愉快，抬頭上有天空抄不碎，埋頭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努力无力串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工厂非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你捧我个 MIHK 新手喎。唔係喎，得嘅得嘅佢，你一唱第二隻就話簽佢啦，係咯，真係 OK 喎。嚟啦，可以戰敗，不可收買，信任會失敗。從來未信犧牲尊嚴，竟可跳出魔界，鬥命長多出街。
怪物来不必见怪，无论铁路会崩坏，方向未会被活埋，残无归于乌有，还有这心态，信最后善良留在世界，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痛恨无能为力，也没有不对，只需要死不去，流泪都必须喝水，信未来退不去，仍旧有你我战斗的生趣，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软弱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唱不去，这种枪飞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好，好嘢，好嘢，冇火你熄咗啊？各位老友記，咁啊，係嘛？即係依一個嘅地方，咪好似啲歐洲嘅小鎮咁樣樣嘅情況咧。嗱，我而家咧就喺一個叫做Deep Cove 嘅地方裏邊。咁啊，嗱，依個地方咧，嗱，而家其實而家大家睇咧，我係喺個馬路嘅中心裏邊嘅。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後邊咧，就好多依啲嘅台咧，就招呼啲人咧，就係喺唔同嘅依啲嘅店裏邊咧嚇買完嘢啦。OK。order 咗個 gelato 啦 ，OK， 咁啊或者叫咗個 donut 或者係 coffee 啊，咁樣就喺度嘆啊氣啊咁樣。咁啊，沿個山上面有好多好特色嘅依一個嘅小屋啦嚇。咁但係依度就靚仔嘅。今日咧個天氣就非常之好。咁啊，你都見到哇 ，BC 省亦都好撚多嘅靚人靚鬼妹啊，啊化曬妝啊嚇。咁啊喺度咧就係氣啊，享受啊依個陽光啊。享受依一個海啊咁樣嘅情況啦。嗱咁啊，頭先睇咗好多唔同嘅片段啦，係咪？咁啊，當然我今日就係出海啦。咁啊，出海咁啊，其實依個就係 Port Moody 嚟嘅。咁啊，如果醒目嘅老友記咧，咁啊知道咧，依一個都出香港之前咧係曾經係有拍過啦。咁啊，今日我故地重遊。咁但係咧就唔好曬大家 airtime 又拍啲重複嘅嘢啦，咁大家都會見到咧，我哋今日咧就冇上岸去 barbecue 嘅，但喺個船上面咧，我哋咧就
游下水啊，系嘛，喂下鸭仔啊，咁啊，同埋就系吓，哎呀，挞咗个炉咧，就然后跟住咧就系吓烧下和牛啊，烧下呢个 pita bread 啊，咁啊食下嘢啊，咁样啊饮下啤酒啊，咁啊叹一气一个上昼啊，咁啊今日咧就个老友记啊 Albert 哥咧就佢。就買隻新船啦，招呼我哋上個新船咧，就係去玩。咁啊，嗱，依一笪地點咧，就係依一個嘅 Deep Cove 咧，必定打卡要到嘅依一個地方嚟嘅。因為你見得到個景咧，就係靚到不得了嘅嚇。咁啊，而家個疫情咧，就仍然都係有嘅。咁但係都控制得七七八八啦，即係根據 BC 省嘅省政府咁樣講啦。咁就你可以喺户外咧，就唔使點戴口罩噶啦嚇。OK。咁啊，你見到好多人喺度 picnic 啊，曬太陽啊，哇！呢、這個鬼妹直情著咗呢個三劍色喺度太曬太陽，係嘛？係咪又揾靚女咧？咁啊 ，show 埋俾大家睇下。咁啊，鹹濕超如果喺度咧，佢就開心死啦！鹹濕超如果喺度咧，就可能分鐘會俾人告非禮，因為佢實隻眼又目不暇給咁樣喺度睇啊，咁樣嘅情況。咁我哋 Albert 哥隻船咧，就係拍咗喺。呢部個樹見得得到影到嘅頂上面咧，就有依一個嘅藍色嗰啲嘅 board 啦嚇，咁咧嘅一個嘅地方嚟啦嚇 ，OK， 咁啊，你會見到啦，好多嘅人都喺度日光浴啊嚇，著得好少啊嚇，你又曬我又曬嚇，屌你老尾，剝曬衫褲剝曬鞋啦，咁啊，我今日都曬到塊面咧都紅 Q 曬。咁啊，我就最中意曬太陽啦，當然。咁啊，而依一個嘅夏天咧 ，BC 省今年咧就係比較係熱啦，嚇咁啊，好多嘅人咧都頂唔順咗 heat wave， 嚇咁啊。但係 anyway 啦，始終凍嘅時候都多啦，都一定會爭取依一個嘅陽光嘅時間咧，就係走出嚟户外嘅活動。咁啊，頭先我哋行過啦，咁啊見到海上面咧會有呢個嘅海獅啦，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鴨仔啦。嗱，我一哎呀睇到，我睇下啲松鼠，啲有人喂佢啦，係咪？有人喂佢，哎，拴翻好先，嚇咁啊唔驚人嘅，因為基本上呢啲動物咧，啲人咧就唔會捉鳩佢嚟食，嚇咁啊，所以咧好多嘅時候咧，動物同埋人嘅距離咧。都好近，大家都相安無恙啊，咁樣嘅情況。嗱，再睇大家睇睇佢依一個嘅景 ，OK， 好多嘅人咧做依一個嘅 ，excuse me， 水上嘅活動啊，咁喺度 canoeing 啊，係咪好靚咧？咁啊，個個都冇戴依啲嘅口罩噶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喂，近排好似唔戴口罩啦，咁變咗好多嘅時候咧，依一個嘅變種病毒咧又 spread 出去啊，咁樣嘅情況。咁但係 anyway 啦，冇乜死亡嘅個案咧，就係見得到。咁啊，所以咧，其實亦都唔需要太擔心依一個嘅情況。OK， 咁我哋去一去個碼頭個地方啦。咁啊，大家可以睇到。更多的船咧喺度泊喺度，嗱依一個嘅 Deep Cove 咧，其實就係咧，大家可以見得到啊。其實就係有兩個途徑嚟嘅，一係咧就係揸車過嚟依度，停低嘅車，咁啊，然後咧就喺度享受依邊嘅舒服啊嚇輕鬆啊一個嘅環境。一係咧就好似我哋喺 Port Moody 咁樣啊，揸架船嚟啊 ，OK， 泊低嘅船。咁啊，然後咧就係上岸，咁啊上岸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就喺度咧啊享受啊依度嘅啲嘅幽靜嘅依一個嘅環境啦。咁啊整體咧依度大家都係今日係假日啦，咁啊變咗大家都好輕鬆啊，同埋咧就係好依一個嘅 relax 啊咁嘅情況。咁啊大家睇睇個海邊啲水啊靚到咧清澈到不得了 ，OK。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嚟得依度啲都係中產嘅多啦，啊咁啊個個都喺度咧，輕輕鬆鬆嚇、有船嘅。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喂，究竟架船幾錢到咧？咁啊啱啱我頭先 check 過，究竟買一隻20尺船大概幾多錢左右啦？咁樣
就是、大概咧就係20,000啊 ，sorry 唔係20,000係港幣嘅啫，30,000+加幣，31,000-35,000左右，咁啊乘翻6.5，咁啊大概20,000港幣到啦，咁啊香港分鐘話車都買唔撚到啊。而家嘅時間咧就係傍晚嘅5:30嚇，咁你可以見到啦，即係仍然係非常之光嘅，係因為夏天咧喺依邊嗰個嘅日照嘅時間咧係比較偏長啊，咁啊分分鐘去到今晚嘅9:00+咧都未天黑嘅。我哋喺度好高嘅依一個嘅樹木啦。OK， 咁啊，故地重游咁啊，又系 Albert 哥帶我出海，咁好感激佢，咁啊，又多謝佢今日唱歌俾我聽添，係嘛？原來條友仔咧爆少少秘密俾你聽啦，佢參加過嚇第一屆嘅、第二屆嘅香港新秀比賽嘅，即係第二屆嘅比賽咧，就即係張偉健嗰屆啊，啊，即係佢梅艷芳後邊嘅，咁但係就好可惜啦，即係黎小田可惜咯，因為黎小田冇 draft 撚咗佢入圍啦，如果唔係嚇。是之後就有機會入這個的藝林街啊，你說是不是？哎呀，挺漂亮。我最喜歡聽到這些獅鳩的聲音，很心曠神怡。如果香港不是水深火熱，香港不是屌你到尾現在這個熱廚房，真的可以早點回來加拿大呢，咁啊，真係可以過神仙嘅生活。咁但係奈何，頭先啲朋友都喺個船度不停咁同我講話：，喂，老我翻嚟啦！喺香港把撚咩？屌你咩？香港唔撚係人住噶啦！屌你咩？我話唔撚係人住，都好撚多人喺度住緊啦。咁我同佢哋都係暫時嚇喺依個 moment 裏邊都仍然係呼吸緊大家嘅同一個個空氣。你叫我翻撚到嚟咁撚靚嘅地方裏邊去嘆啊，去屌你到咩？去 hea 啊！但係個心咧，始終都係擺喺香港嗰度。我真的放不低，就算見咁靚嘅地方咧，我仍然係諗住香港嘅唔同嘅地區啊，屌你咩個政府點樣去欺壓我哋嘅屌你咩嘅市民啊，定一啲嘅唔同嘅惡法係嘛，破壞一啲嘅我哋傳統香港嘅一啲嘅啊舊有嘅制度啊，我哋嘅做事嘅方法，我哋嘅文化，我哋嗰啲好嘅嘢去鏟走曬佢。我今日錄影嘅時期就啱啱適逢咧。我細個都幾中意嘅一位嘅歌手，阿黃耀明咧。雖然佢依排就左交咗上腦，但係佢啱啱見撚咗佢俾廉署周鳩咗，咁啊似乎咧喺香港裏邊咧冇一個人咧都係安全咁樣樣。咁啊有見及此，即係如果離開依個地方嚇，翻到香港，可能真係會好安全。但喺咁靚嘅地方裏邊咧，淨係掛住吃喝玩樂，唔撚理我自己嘅出生地咧，我自己暫時咧仍然係未擺得低。快就上咗去。咁啊，各位老友，咁啊，你可以睇到咧，去完之後咧，就當然要帶翻只船翻屋企啦。咁你 otherwise 你可以選擇唔將只船帶翻屋企嘅，你就可以租你指定一啲碼頭啦。咁啊，20人船就係大概600加幣到一個月啦。咁啊 ，otherwise 你就可以選擇咧，就拖佢翻屋企。咁啊比較好啲啦，因為你可以洗船底啊。大家希望個焦點集中喺只船度，唔好集中喺個掹艇嘅內有嗰度嚇。OK， 咁啊，你見到啊 ，Albert 哥啊，好熟手技工啊，將只船開始洗上去。OK， 卡住咗，好啦，咁啊，然後跟住咧，佢就啊見到個罅位喺前面嘅啊。然後跟住佢咧，就諗計仔點樣去卡實上個架嗰度啦，個 rack 嗰度啦，係啦，嚟得慢慢，搞掂，
食碗面啦。好啦，卡住咗啦，卡住咗。塞咗佢一次，啊，幾快手，幾簡單，熟手技工就係咁啦。好，落死佢。卡實佢，好扣實，好搞掂。